Crazy M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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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Stephanie. I'm Stephanie. I am Ellen. Crazy Manny. Christmas nannies 一年一度又出现了，我是 Emily。 那我是谁啊？我是 Stephanie 啦。对呀、啊、我是 Emily 呀、啊、抢我的名字哦。我谁都想当嘛，而且我只想要一个人当家而已。对呀、啊、好，我们就退出啊，走吧，我们走吧，威廉，我们走。圣诞节啦，我们最好等到圣诞节完之后、嗯、我们装这种没有新节也是要装过这个圣诞节嘛，对不对？好，所以圣诞节跟跨年，我们这次的圣诞特辑、跨年特辑、2015年特辑就到今天画个句点，不知道。对啊，我想说还没有吧。不是，这个阶段才要给大家最精彩的，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 Christmas Nannies 哦。那究竟 Emily 我们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毁坏别人的人生。你直接来讲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啦、啊、我觉得 Emily 今年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诚实，是非常好。那今天还有我们的圣诞小帮手，耶、yeah! 就是我们亲爱的陈威廉。大家好。小帮手呢不像这个 Emily 跟 Stephanie 一样的疯癫、我要讲，我觉得今天这个单元应该因为他会变得很正常。我们就要来看看说对比，说一个正常人跟我们两个人的差别究竟是在哪里。对，所以今天很高兴很荣幸可以请到我们的陈威廉先生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解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还有三位民众上门登门求助，告诉我们他们的苦恼。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发挥我们这个阅人无数啊，这种经历世事的这种智慧。只有你阅人无数吧。我们可是很单纯的。好，总之就要发挥我们的智慧啦，去帮这些人解决他们人生中遇到的难题。没错。好，是不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单元呢？对、啊、广播金钟听到了吗？你好意思。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来请我们的第一位民众登门请进咯。亲爱的 Nanny，我有一个男朋友，我很爱他，我们交往了半年，身体或是心灵都很亲密，但是我一直无法原谅他一点，就是我常常抓到他在 DIY， 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难过，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不然他怎么会需要自己处理呢？每次我跟他讲，他就只是觉得这没什么，是我在无理取闹。亲爱的 Nanny， 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吗？怕自己不够性感的小草莓上。哎嘿，小草莓这个困惑啊，相信是很多女生心中可能都已经存在很久的一个困惑了，对不对？如果你有交过男朋友，你们有常常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的话，就可能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哦。今天刚好有一个圣诞小帮手，这么一个正常的生理男性，可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如果一个女朋友告诉他，哎、欸，你为什么要一直 DIY 都这样子让女生觉得很难过，那该怎么办？圣诞小帮手问说什么是 DIY。 圣诞小帮手好像太纯洁了，你们找错人了啦。Sorry。 就是自慰的意思。然后、OK， 你的女朋友，你有女朋友了，然后女朋友就是对你会进行自慰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不可置信，很难过。你说如果假设我在那个情景，因为这个方面我都不会去做。对，假设假设你就是他的男朋友、okay、假设你就是小草莓的男朋友，对，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才能帮小草莓解惑。因为我本身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DIY， 那也许有很多男生是觉得可能抒发压力吧，不见得是一定要找女朋友。女朋友那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呢？不知道。好，我的话我可能会一定会去找吧。所以如果是陈威廉的话，一定会找女朋友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但他女朋友可能需要辛苦一点咯。所以小草莓听到吗？你可以找陈威廉。所以结论是配错对了。对呀、啊、是不是？真的是，其实这种其实本身这种 DIY 本身就是说真的有一点太长的话，经常的话会常常会属于伤身的举动。我们谢谢我们的圣诞陈威廉，谢谢。
好，那就由 Emily 和 Stephanie 来为大家进行一个比较我们自己的这种一针见血的观察咯。好，其实呢这个 Stephanie 是觉得啦、Stephanie 要告诉所有的女性同胞，是因为 Stephanie 身为一个生理男性，是有点怪怪的。好好了，没关系、总之就是呢，对于男性来说呢，这个 DIY 其实是一个人生当中没有办法剥夺的一个部分啦、虽然同样是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需求，是，可是呢重点重点呢就在于说，你想想看，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今天要跟一个女生坐下去，一坐就是如果你比阿基斯厉害就是35分钟以上啦。是，对，坐下去可能一两个小时跑不掉啊、你可能要从那个前戏开始的话，所以你想想看，你要这样一路 all the way down 一路下来就很累很久。是一个男生他可能只是想要那一瞬间的快感、对，结果你就让他拖了这么久的时间，非常的辛苦、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很多体力还有心神、所以呢身为一个男性，如果他不想要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获得相同类似的这种感受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的 Do it yourself。 OK， DIY 就可以享受到跟这种相同的快感。对，尤其可能自己的双手可能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在哪里呢。是，对，是不是告诉小草莓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觉得这有点算是体贴女生说实在的，也有一点点啦、就是也不想要拿自己的困扰去烦你。因为重点是，对，因为男生真的是随时想来，有时候那个欲望就是会一直来所以虽然我们的陈蔚莲难以理解啦，但是就一般男性来说，一般男性好像是有经过调查，男生的大脑大概每两秒钟就闪过一个跟情色有关的画面。没有错，就是这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每两秒都要来一次，那当然身为小草莓也会受不了 对不对，很快速的解决自己的需求，对，也是不错的，其实算是体贴你，不然这样下去可能真的这个体力真的会是耗尽。不然小草莓也可以是学跟西方不败学习啊，刚刚才讨论到的，学习一些什么特殊的技巧，尺八奥义啊，对啊，这些高速真空旋转之类的技巧，是，就是说不定可以让你的男朋友就是非常的爱你，而且也可以瞬间就结束了这一切，不需要拖这么久。对，所以这就是小草莓有自己的功课可以做啦、然后同时也要告诉小草莓还有其他广大的女性同胞说，就是这是男生自己的乐趣，不要剥夺他们，不要觉得是自己不好，对，这是你的问题。对，很多人都会觉得把错归咎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那样子、其实大可不必，对不对？是的。好，所以 Stephanie 就告诉大家了，就是让他去吧， Let it go。 我知道你要讲这一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增进感情间的和睦哦。第一个我们要解惑的是用小草莓满意咯，男生有时候这样吃希望能够快速解决。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下一位民众登门拜访咯。亲爱的 Nanny， 我有两个儿子，分别是9岁和12岁，他们前几天在讨论一些性教育的部分，我9岁的儿子竟然问我有没有和爸爸以外的男人睡过。虽然12岁的哥哥没有加入对话，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偷偷在听。我呼弄过去，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还会再问，他们下次再问的话我该怎么回答？烦恼人气上。这个烦恼人妻的烦恼的确是这个烦恼很痛苦呢。身为一个妈妈是不是要保持一个诚实的态度，还是要这很难拿捏。那 Emily 觉得呢？我觉得今年 Emily 的宗旨就是要以诚实为上。所以如果她跟20个男人睡过也是直接就讲出来，就说两个啊。扣尾数，对不对？对呀、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吧，心照不宣啦、对，保留部分的真实，不是完全的说谎、没有错。我是有跟男人睡过啊。那怎么样呢？对啊， so what? So what? 要从小就要教导儿子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性观念。对，然后就可以带到说，妈妈每次都会要求男生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护措施。对，你们两个就是意外。儿子哭了，崩溃，不是计划中的吗？相信儿子再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了，是不是？一句就打发。会不会这两个孩子其实是在怀疑说自己不是爸爸亲生的？有可能，搞不好他们很讨厌爸爸，一直觉得自己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那你要澄清他们这方面的疑虑，带他们去验 DNA。
也是可以啦，验 DNA 很贵 ，OK， 不像那个乡土剧演的一样，哦，一天到晚乱验好吗？不然就跟那个《甄嬛传》一样，《甄嬛传》滴血认亲最爱的戏吗？对，再加上你这种戏嘛，有没有？还不错啊，也是蛮好的。对啊，然后就偷天换日啊，有没有？对啊，其实狸猫换太子没有错，所以这样子也是可以试试看啦。所以其实我们说，他虽然表面上的行为是这样子，但背后可能会有另外的原因。是。妈妈如果没有跟其他男人睡过，她需要怎么回答？那就诚实说话。那会不会被小孩子笑啊？被小孩子笑吗？我觉得这种问题如果是在爸爸面前问的话，你就要说他没有跟别的男人睡过，是，就是说他只有他爸爸一个，他是初恋。然后如果被小孩笑的话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爸爸就会跳出来维护他了。对，因为爸爸自己也很希望维护他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形象？对，所以这种话一定要在爸爸面前讲。在爸爸面前是一回事啦，在爸爸背后可能又是私下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也牵涉到爸爸在不在场的这个问题，尤其这两个小孩，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去跟爸爸打小报告。对，妈妈说她睡过20个男人。好，这个时候爸爸就绿光照顶，绿光，对，妈妈变成绿灯侠喽。对呀、啊，好，那我问一下陈威廉呢？如果你小孩以后问你太太这种问题，会修理他们吗？会修理他们啊？真的假的？哇，好严肃的家庭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性教育的启蒙的过程啊。对啊。那如果他问你嘞，就应该诚实回答吧。就是你也诚实回答，只有跟妻子吧。你就是只有那个妻子。对不起，我错了。这所托非人，你知道，就是请做人了。Sorry。对啊，所以如果是很多的话，我们就稍微砍一点这种数目字。所以修行妈妈，我就告诉他，就是一部分的诚实，没有错，这样是最好的。或是呢，对，我没有睡过。如果你完全诚实，会怎么样呢？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吧。可是9岁跟12岁有这么成熟，我都不知道。这很难说，现在的孩子、啊、我觉得现在孩子好恐怖哦。身为父母要准备好接招，对不对？真的很吓人呢、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从现在，虽然还没有结婚，现在就可以想这题了，到时候该怎么回答这样子、嗯、而且你可以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说不管我和几个人男人睡过，我的心都是属于你爸一个人的。或者也可以糊弄小孩啊，说我跟很多男人睡过啊，我们都只是盖棉被纯聊天，我们都是好朋友 World Family。 没有错啊，这样也是蛮好的、嗯、也好啊。 对啊、嗯、虽然小孩会耻笑你吧。对啊，小孩会觉得纯聊天笑话。好，所以这是不同的回答哦。接下来我们就请第三个同学来请我们来解惑咯。亲爱的 Nanny， 我是一位男同志，我跟我 B 在一起3个月，现在就是打得很火热的热恋期。前一阵子我们第一次做爱，一切都很美好，除了一件事情以外，那就是我觉得他的叫床声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就那种声音的频率好像有一点太高了，让我听到就觉得不太能够忍受。但是又看他很投入，又不好意思跟他说，那 Nanny 我该怎么办呢？硬不起来的大挑难上。对， Nanny 来解惑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其实不论你是不是同志啦，我觉得可能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存在。我觉得都会有吧。我之前有时候逛那个性版的时候，哦，他们都有很多这种问题吗？西斯版的时候，对，也有一阵子很热门的问题，就是说、哦、女生的这个床声受不了。对啊，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陈威廉又问他吗？他说他不会受不了。哦，对，哦，任何女生这样都很珍贵，这样子是不是？没有啊，因为就像没有人是完美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声音太高的话，你会讲吗？你会跟他说吗？哦，你就是默默忍受，就是在心里想说，就是讲一些近思语鼓励自己这样子，哦，不用鼓励，因为其实你当你真的是喜欢上或爱上那个女生，你会觉得她一切都是。可是这种只能持续一个月吧？怎么可能2个月、3个月之后还是这么觉得、啊？这个频率有点太高，倒是不是什么问题、啊。或是这个东西，你可能原本，那你一定要在上床之后才会知道它是不是？对啊，你可能就已经结了婚了，你知道？入了这坟墓才发现。离婚啊！离婚，只是因为你叫床声太难听了，我们离婚。这感觉是苹果日报会很爱报的，你知道？嫌叫床声难听。怎么的啊？可能啊，很有可能啊。I don't know。这时候该怎么办啊？觉得可以戴耳塞啊。
对耶，是不是？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吗？他不会，就那种小小的隐，就是看不太出来的，他不会发觉的那种。我知道，我们比方说我们可以，比方说这是他是男同志嘛，我们就可以边听 G 片哦， oh. 然后再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一起戴上耳机，一起来听，戴耳机吗？一起来听里面那些演员的声音，然后可能会有没有享受幻想自己在四 P 几 P 这样子， oh. 会更刺激。哎，他讲到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偶尔。只能偶尔哦，那可能这当然可以先挡掉一次嘛，一两次都没问题。可以这样子。那接下来可以怎么办呢？搞不好你这样做了以后，就换她男朋友上来问问题啦，说：“亲爱的 Nanny， 我男朋友每次做的时候都要戴耳机，这让我感到很困扰。”嗯 ，Well， 那该怎么办呢？我来想想哦。嗯，我觉得三个月了嘛，可以换下一个了，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啦、啊。真心相爱怎么办？还没度过他们是热恋期耶，热恋期哦，那就我知道了，或是我们说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又玩小游戏，很爱玩，各种小游戏耶。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试着不要发出声音，想象我们在公共场合不能发出声音。有个问题，那如果你决定跟他共度余生，接下来的几十年，你们就要一直靠玩小游戏吗？他有很多的小游戏。360招，花招百出，你不知道，永远不会让你逆反。这样是一个解决方法，对不对？对啊，就是透过玩生活，永远都多才多姿。对啊，一个小情趣啊，没有、当做一个小情趣，然后男生可能也就是会觉得啊，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应该不会、啊。如果他说他有天你的那另外一个女说他不想玩小游戏，好、啊，就再见了。这样子的话，还是说就可以请他带一个变声器。那不是还是玩小游戏吗？反正很多小游戏可以玩了，我们先挡挡掉啦，说不定他、说不定他过了一下之后就适应了，他现在只是在那个磨合期，啊、搞不好听久就适应了，对啊，对就习惯了，习惯了。那现在我们要想办法先帮他度过这段时期啊，或是可以叫得比他更大声，叫他要把他吓死哦，怒吼怒吼啊！邻居应该会吓想杀人。这个还是不太建议啦，除非你的隔音效果很好。对啊，或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窒息式的那种性爱吗？有没有？就把嘴巴捂住啊！你不要等一下真的出人命，我跟你对，就是要有一点限度啦，让他呼吸的一些空间。懂啦，就是一些让你想办法让他声音降低的方式就对了。我知道了。你要干嘛？你看，无止境的含住一些东西。哦，有的时候就你看他就没办法叫出声啦，也是，就回到刚刚我们建议小草莓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啦，得学习尺八奥义吗？今天的结论吗？就是一直人人受用，好可怕，尺八奥义。之后会有个影片，我们会请你分享。我不要看啦，谁要看那个啊？谁带那里？绝对喝下去。好，所以这个硬不起来的大屌男，就是希望你可以透过我们两个建议的这些方式，可以让你好好的度过这个过渡期的方面。如果真的度过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找消化饼啊。哎，对耶。对，我听说有一个青春二十岁前的主持人就是消化饼，他一直都很希望能够对享受接触各种各样的，对各种不同的这种男性。有时候会不会之后就换成消化饼来抱怨说，换消化饼来抱怨对男朋友嫌我声音很吵。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好吧，算了。那如果是不是可以建议他去练习一些发声课程啊？可以啊，就上一些歌唱训练班啊。要干嘛？就开发他的中低音这个技巧，因为他学他频率太高了嘛。也是可以。对啊，就请他就是模仿蔡琴啊。啊，好。今天我们模仿蔡琴在床上。白痴。蔡琴在床上。在敲打我窗。经过这十几个小游戏之后，还没有发觉你的用意的话，我只能说他太迟钝了啦。对啦，你可以给他一点暗示，透过这种小游戏的方式给他一点暗示嘛，相信他会明白的。直接一点的暗示会是怎么样子？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吵。回到那个妈妈给妈妈给小孩跟妈妈要零用钱，然后妈妈就回说不要吵，不要吵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直截了当。
说不定这样其实你的对象会觉得你很 man。 对，我这样讲，对啊，就是跟那个壁咚是一样的意思啊，跟卡被动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情趣的一种方式。这其实有各种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不要为了这样子就是马上的跟他断绝关系。他没有要跟他断绝关系啊。对，所以就希望说可以让你顺利度过这一场叫床风暴咯。好好，所以今天的Christmas Nanny 就给大家这三个实用的建议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圣诞节心无挂碍，可以开心的过个圣诞节，过个好年，2015年就可以事事顺利咯。那威廉觉得呢？威廉有没有觉得我们三个这样的建议对你来说是非常的受用无穷？你确定你要问他吗？好啦，算了，看到那个表情我就知道他已经无言了，我们赶快进行下一个单元好了。好，那就是希望大家 Christmas Nannies 还是一样可以来信寄到我们的青春爱笑浅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烦恼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尽力的帮你解决哦。我们虽然一年只会出动一次，我也是在这次圣诞特辑才想到，哎，我们真的好久没有出动了。对啊，好，所以这个单元希望大家回味已久，也希望大家可以满意咯。我是 Stephanie。 我是 Emily。最后要为你送上一首歌，是来自于 Bullet 还有 Hangnail Phillips 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是 The Finest Gift， 最棒的礼物哦。所以希望我们的青春爱消遣为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圣诞跨年礼物哦。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到满满的温暖的气氛哦。I live far from where we live.